看看，看看这各种花。这松石绿柚，这吊色吊的，你看，貔貅花，铜制的大，铜制的贡碗，铜制的，嘎嘎老的东西，铜制本朝的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这，这外面的釉色还行，釉没问题，摆着挺漂亮的，两个什么睡莲、水仙都是，对呀。要3500是吧？六方的是吧？六方的。那康熙的官窑片。这个是吧？这应该是一个大缸啊、哦。大盘子，大盘子底儿。哎呀，这康熙的这个。大盘子底。嗯。这儿那啥，我刚才问那谁的，问刘震的，他说米呢，他说那嘎达。糯米胎呗。糯米胎，标准的。嗯，标准糯米。中村族糯米胎。康熙大盘子。怪不得康熙那东西的手头好，真摊儿真厚啊，是不是？这太厚了，这大盘子，这就是糯米摊儿，糯糯的，正经的康熙，正八经，真是肤质如婴儿肌肤啊，确实不错。那都便宜的处理。嗯，曝光的这俩是，底下是乾隆的。嗯，光彩的盘子，光彩的，这样多少钱呢？这个300一块，这三个都一样，随便挑。都有点做残。对拼人家了都。啊？都对拼来了。对拼。都是倒带的。嗯，这玩意儿也对。这个300。嗯。这要便宜，就上不去。我们出价处理。是吧？就是说的，弄了的让你们也尝。是明代的。明代的罐子。明代的罐子。明天启的呗。富贵吧。和方家慧遇到一对儿。是一套的烟嘴和烟袋锅子，这烟嘴是翡翠的，这是老的老烟嘴，老翡翠。这翡翠多少钱？那个？应该2000。这个2000呗。对。最少2000呗。对。这个呢？再见了。这挺好。你最少得给我800块钱。那这个三色铜。三色铜。红铜、黄铜和白铜，玩的是白铜。对，就玩红的是红铜，黄的是黄铜。对，这玩这玩意儿，你就是玩够档次的，要不然那普通的没啥意思。老烟嘴是，这个八百，这2000。对，便宜点呗。哎呀，哥们儿，我告诉你，你得分啥东西啊？那些破烂货，我跟你说都可以便宜，这都够档次。这翡翠，这翡翠的，老翡翠，老翡翠的。这是三色铜呢，三色铜。对你搁市场这个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低于2500要能买下来，我都送给你了。这两个都到倒带呗，都倒带啊，都是老的。到民国还是挺的，民国的这是。这东西我告诉你，宝克进青的，这都宝克进青的。行，在国安方家会遇到一对大瓶子，这大瓶才好呢，这是150是吧？嗯。钱将彩150件大瓶，西之爱鹅，看看谁画的？马庆云，庆云寺先生，一点毛病没有啊！这对儿啊，好透了。你看，字儿写的也好，看看这底，带王公子出来，带火漆的，嘎嘎老啊，一点毛病没有，狗头相还呢。钱将彩大家，这是一对儿，看一模一样，这对儿拿不动啊，20000多呀，老板要这东西是好东西，哎呀，没有钱呢，囊中羞涩呀。